还有没有？啊，今天开箱演出，人家没白来。嗯，送礼物是。我要批评他们送礼物的人。怎么？你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情何以堪？嗨。但是这个点儿出去买去也不现实。那是好容易进来了，你再出去座儿再丢了，别去。所以说千万别去。嗯，走的时候把钱放在凳子上。哎，这什么人性？您这过年了，嗯，很高兴。嗯，今天叫开箱。对，什么叫开箱啊？嗯，当年曲艺界没有这个说法。哦，这是人家戏班的说法。是大年下咱们演完了，所有的服装全部装到箱子里。嗯，贴上一张封条。哦，把箱子封上了。嗯，咱们休息了，不演了。哎，初一的时候再打开。嗯，再开箱。开箱、啊、曲艺说相声哪有箱子呀？哦，没箱，就一包袱皮儿。哦，裹了仨大褂，全部的产业。哎，对，太准。借了这么一个说法，嗯，通知大伙儿，今天开始我们又说相声了。另一年啊、嗯，过去人一见面讲究拜年，是保全拱手，您春节快乐。是，列位记住了，一定要左手压右手。哦，这是有规矩的。那当然了，嗯，君子居则贵左手。哦，就是平时啊用左手，嗯，右手有力气，是打仗的时候用兵刃都得拿右手。哦，端着刀，嗯，拿着宝剑。嗯，用右手练，左手压右手代表的是和平。哦，哎，所以您记住，一定要这样，不用武力，左手压右手，嗯、右手压左手，那是白事的时候。哦，这也有规矩。哎，出殡吊孝的时候啊，于老师你，哎，我呀，怎么老是我呀？这么好的人 死晚了，哎哎，早、哎、早就该死，合着说这个意思啊啊，这是些个老理儿是。今天又开始说相声了，是来了这么些人，好几千人，嗯，起满坐满，不少，我很开心，嗯，这个春节把我累得够呛，啊，对，净演出，你想啊，春节前天天这儿忙那儿忙，嗯，我们有句不太能上大雅之堂的话，叫说累得跟孙子似的，有这么句话啊，忙到大年二十九，嗯，春节这十天行，哦，累得跟儿子似的，哎，好，长一辈儿，就说是呢。为什么呢？迎来送往，亲戚朋友也多。嗯，一天到晚的。那天带孩子上家去了。嗯，一看他儿子，我打心里我就哎，哎，你这么难受干嘛呀？他现在他真认为你是他父亲了，关键压根儿就我是他父亲。好吧，好吧，希望对孩子好一些。啊，这不用您嘱咐啊。这孩子在他们家受不了委屈，那肯定是。这是有钱的人家，不敢这么家大业大，嗨。有的是爸爸，哎，爸爸，没听说过老话吗？老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家大业大，那叫有的是骡马，不合辙。你这个怎么不合辙？阴阳赏却讲究四声啊。家大业大，嗯，有的是，嗯嗯，哎，你瞧这个音合适。你看，您还把人抄了去啊？家大业大，有的是丝袜，嗯，不是，我要那么些丝袜干嘛？家就是找这个音啊，家大业大，怎么着？有的是滴蜡，哎，不是，喂嘿，不是，你非让警察给你弄进去就完了是吗？警察给你弄进去，反正是家里有钱，哎，谈不到有钱，大户人家，不敢说，不光有钱，而且家里边有身份，嗯、还有身份，包括咱们瞧人家教育孩子，我都觉得是这份的。是吧？啊，今天后台也来了，啊，带着儿子，那啊，三口人都来，嫂子也来了，啊，嫂子很漂亮，啊，有朋友在网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看过，哦，嫂夫人，哎呀，你馋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什么毛病这是？嗓子有点痒痒，但这时候痒痒，温柔典雅，大方贤淑。啊，孩子也非常的可爱，都不错，我也不多介绍，都知道，叫郭小宝。啊，啊你先等会儿吧。叫郭小宝像话吗？这就说明咱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对，什么好事儿这是啊？嗯，别看孩子才五岁，嗯，但是家教有方。哎，应该教育。谁看谁喜欢。刚才后台啊，嫂子坐这儿，于老坐这儿，孩子跟那玩，是都爱逗他。嗯，过来，嗯，小宝贝过来。是，问你，嗯，爸爸喜欢谁呀？哦，孩子喜欢我。啊，那是。妈妈喜欢谁呀？嗯，喜欢王大爷。嗯嗯。王大爷像话吗？当时于老师把脸就掉下来了。是得说他呀。告诉你，哎，比爸爸小的叫叔叔。哎，嚯，还不止一个呢，是吗？
我就说人家家教有方，这没有这么教育孩子的，真挺好啊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嗯，实话实说，嗯，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不能这么说，台上是好伙伴，台下是好弟兄，哎，好搭档，跟我的亲哥哥是一样的，哎，关系就到这儿了啊。包括我人生道路上，嗯，很多都是他教会。您这太客气了吧？你也是实在人。不，这叫什么话？您怎么叫我教会？就是现在一晃啊，我都这岁数啊，啊，奔四十的人了。嗯，一回想我们当年，我认识他那会儿才20岁，啊，小呢，20，他比我大，他23。对，那会儿人家就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凤毛麟角、出类拔萃。有什么那会儿？我们都捯饬的跟老头秧子似的，干着传统艺术，一天到晚的穿双布鞋，来对襟的褂子。对，人家那会儿那穿着刺儿啪的。时尚一点，那是老北京话，说人穿的讲究叫呲儿啪的。哎，有这么句老话、啊嗯、牛仔的衣服，嗯，头发烫成那样，那时候就叼着烟卷拿瓶啤酒啊，这三大爱好嘛，抽烟喝酒烫头。哎，好、啊、那时候就有戴着大金链子，呵，大钻戒，哦，伊拉克的啊，不对，伊拉克的像话，叫什么？一克拉的，一克拉的哈。对了，我记得有个伊拉克啊，那扎手指头啊，限量版的啊，没有限量版的。那会儿他比我们大一点，20来岁出头，嗯、23。嗯，那时候这瘾就这么大，我，咱们看着都羡慕啊。这就羡慕，好家伙，一根烟啊，这一口都抽到过滤嘴了。哎嚯，这得多深的气儿啊，这个。哇，好厉害！这叫没叫跑高兴，再给来一个啊！好家伙！哦，这行，吐出一圈来。哦哦，烟圈，太厉害了！嗯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还抽啊？等着。嗯。哎呦！哎呀，我，哎，我这把昨天饭勾出来了，这个。太卖力气了，哎，对了，禁不住捧我这个、太卖力了、啊、喝酒啊，一整天不喘气儿啊，就灌下去，看着啊，咱都傻了，嗯，瞧人大哥了，哦，好，来个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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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下去了，嚯、哦，算是隔着得6斤，啊，厉害吧？嗯，哎，对，你就别勾搭他了，你这还往出拍什么呀？他不拍没事儿，这就是啊。那会儿什么不懂就问他啊。你想，小孩们都跟大哥哥玩啊。是啊，什么不懂就问他，嗯，向他请教。问我，他也很开心啊。啊，我还抽呢。去过歌厅吗？跟我请教什么呀？这是，咱傻了啊？啊，没去过。哦，我带你去。可能我常去。啊、去，行吧？我这岁数，20了，该去了。20了，可以了。哦，走，跟我走。谁规定的？这是跟着去吧。嗯，坐19路。哦，倒37。哟，倒300，坐937。盘个庄下车。好家伙，买西瓜去了，是上歌厅了？这是晚上8点到了，下车。啊，都黢黑啊。没灯。这儿霓虹闪烁。哦，有灯。翠沙燃歌舞厅。哎，还是西瓜。到库里头了，这是。我这什么意思啊？给我进来。哦，可以进来了、嗯、头回去歌厅。您呢？哎呦，震耳欲聋，响啊，那是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就那儿至于吗？一进来站一溜小女孩啊。哦，穿着都很简单啊。什么叫很简单呢？烫着头啊，烫着头。哦，画着眉毛，画着眼，嚯、哦、都画到后头去。口红，哎呀、嗯、啊，站着唱着那个情歌，流行歌曲。什么情歌？都站着，我都傻了。怎么唱？不敢过去啊！啊，他来我来去去，大小伙子，站着，就是听听人唱唱。哎，这一溜小女孩，嗯，是来一帮卖西瓜的，合着。这人家当天有一西瓜派对。嗨，这就别弄派对了。嗯、主题节目哦啊，就跟西瓜有关。找一干老人，我坐那儿吧。嗯、啊，不敢说话。那是啊，他行啊。啊、哦。哦，这干嘛呢？喝着去的。这是叫那里边的负责人。哦啊，打一个，
过来女孩，李先生好，认识我。有新来的女服务员吗？女服务员？哎，有，最近正实习的大学生。上这儿实习来？在英国哪儿留学的？嚯，留美的、留法的、留德的都有。你瞧，还有那个保加利亚的。保加利亚留学？哦，我要干嘛呀？有刘宝的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咱小时候看这电影《刘宝的故事》，这不挨着，叫个刘宝的来。刘宝的，一会儿过来了。嗯，先生您好啊。刘宝定的这事儿。先生吃点什么呀？吃什么呀？高兴了啊！哦，正经保加利亚的啊。哎，这我也没去过保加利亚。走，你愿意跟我去喝一杯吗？嗯，退后了不？哎。还喝呢？不光喝一杯，还想吃驴肉火烧呢。哎，你想，我说还是保定的不是？嗯，俩人站起来，回头还告诉我，小着点儿，小这个，走了。哦，剩我一人跟这儿，都傻了，不知道干什么了。哪音乐咣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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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听不了。哎呀，看大伙儿跳舞。哦，没来过这个地方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我是一个多么单纯、多么内向的人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嗯，不是，我就问问。当年是那样。哦，现在不是了，是吧？现在比当年还那样啊！坐这看着吧，跳舞的，嗯啊，我跟前有一姑娘跳舞，哦，这脸这么大个儿，嚯，比我这脸还大啊！啊，体重我估计到不了300斤，200多斤，200来斤，跟这跳舞，大开大合，咱也不懂跳的是什么舞，反正是，哎，你瞧这姿势好不了，一身汗冲着脸上一道一道的，嚯，大黑脸蛋子一道一道的，哎呀。眼睛长得很好看，是吗？两只眼睛像月亮，哎，大眼睛，一个初一，一个十五，哎，一大一小啊，这样啊，呵，净冲人飞眼了，啊，这个，搁这跳，我都看傻了，嗯，20分钟啊，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姑娘过来，啊，嚯，你喂，想起来，于老师刚才教我那话，我能用上了，跟他说什么？快，嗯。你愿意去喝点什么吗？好，好啊，行，快去啊！哎呀，好，轰出去了是怎么着？我都快吐了！哎，看他能至于这样吗？走了啊，坐在脚上呢，咣叽咣叽听着音乐，还响，震耳欲聋。哦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哦，俩多钟头，于老喊我起起，叫你，叫你来玩来，上你睡觉来了。嗯，我新交女朋友。哟，我一看，嗯，月亮。哦，就是那女的啊，正看我呢。呵，真客气啊。嗯，嫂子好有特点。什么嫂子呀？哎，打这儿起，你们俩人就越来越好了。我跟她呀，那个年头还不兴这个呢。哦，现在知道了。嗯，俩人那叫同居。啊，那时候就开始了。这也对。啊，先尝后买呗，是吧？什么词儿这是？俩人就回来，回来之后实话实说。嗯。这个提前接触一下是有必要的，它有好处，为婚姻做准备。哦，通过接触发现这个女孩有这么三点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。哦，那您说哪三点？首先，嗯，她是个左撇子，她吃炸酱面的时候左撇子，这个说不过去。不是，无论这有什么说不过去，左撇子多了。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有吗？左撇子吃炸酱面的也不少啊。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是有啊，可那些左撇子都用筷子。他下手抓呀，是怎么着？吃的一脸都是炸酱，好家伙，何其壮观啊！吃完抹，嗯，气的于老师，嗯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我还喝，我不气，好家伙，我不气也这么喝，感情啊，嗯，这第一，第二呢？第二来说，这个人不厚道，怎么不厚道？于老师有一个干爹啊，你别往这儿拍行吗？你别往自个儿这儿拍行吗？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怎么没意思啊？我就有个苍蝇。哎，哪儿有苍蝇啊？于老师的有一个晃有什么呀？你那儿说话不让说话？废话，你说的大辈儿的老往自个儿这儿比划。于老师有一干爹啊，真是的，干的就不是亲的，多新鲜。但是老头对他非常好啊，之前总上下去。哦，但这个女孩不喜欢老头，不爱看，背后净说闲话。哦，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噩耗。什么噩耗？老爷子得了不治之症。哎呦，我见女孩我还给人道喜呢。道什么？这回行了，你熬出来了。嗯，老头离死不远了。你也是，
女孩都不乐意了。你看这好啊，闭嘴！哎，少说这个，真是说多了就不灵了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。第二点就说明这人心不好，这不是咒人家吗？第三，手黑。怎么叫手黑呀、啊？于谦这儿落一苍蝇啊！啊，他拿报纸卷好了，啊，啪，当时就开了，一脸的血。报纸打一下不至于，里边卷一啤酒瓶子。哎，嚯，这开西瓜呢，他这你。所以说，啊，两个人在一块儿也就待了3年的光景。哎，我还真能忍、嗯、啊！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啊，是，终于分手了。哦，分别那一刻，这个女孩也挺难受。你看啊。谦儿，什么人呢？说话声音粗啊！啊、哦，以后我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太好了！我是这么想的。哪有胡子呀？女孩能有胡子？汗毛重，这也太重了，都能捋下来。啊，对自个儿要好一些啊！山羊胡，这是对自个儿好一些啊！分手了，我给你唱一歌吧。呵，大腰在冬季。大腰在冬季。走了之后，于老师其实刚开始心情也不好。我呀，坐在屋里边啊，嗯，脑袋都卷着那个卷儿，啊，倒是气不直这个啊，叼着烟卷儿，嗯，哪儿那么些格啊？我这是，一想自个儿这才这个岁数啊，我怎么就不得找一好一点的呢？那是啊，茫茫天涯海角，难道说就没有我自己的一个心爱人吗？不能够。过了不久啊，这年的3月份，哦，机会来了，有人了。3月份，于老师出去踏青。哦，3月3日，气象新，长干水边多丽人。好，这是杜甫的诗。嗯，说这个季节3、4月份正好是出去玩的时候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于老师漫步在某公墓。我这是玩命去了吧？这，哎呀，看着别人都上坟啊，自个儿触景伤情。哦，人人都在坟那儿哭。嗯，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这都不挨着这个，我怎么就联想不到一块儿呢？哎，这可不是想不到一块儿去吗？哎呀，哟，我这是干嘛呢？无意中一回头，发现这站着一个女孩。哦，可爱之极，漂亮吗？烫着头，叼着烟，拿着啤酒，这是夫妻相啊。于老师很开心呐。啊，走到女孩跟前儿。哦，我得展示一下绅士。我这还绅士呢，这个绅士很凄惨。哎，这好，什么绅士？站住了，叼着烟卷也抽。女孩看着他乐啊，乐都不行了。喜欢我呀、嗯？你为什么老看着我乐呢？嗯、啊，女孩高兴坏了。是，你脚底下有屎。哎呵，我走之前看着点儿啊，我乐了。那还不乐？没想到啊，真好，真好，还好。那个，我叫于谦啊，介绍一下。嗯，姓于，名谦，字三样。三样。于三样啊，还是这三样。这三样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都有。女孩说：“哎呀，跟我一样，都一样。我也喜欢抽烟、喝酒，但是很遗憾，烫头是我一个梦想。啊，你这不是烫着了吗？对啊，头套，呵，还不如烫着呢。摘了之后比我这个短点有限，还短。我戴好了啊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有共同语言了。是，别人都因为我这抽烟喝酒不喜欢我。哦，终于有人欣赏我了。我不在乎。太好了，嗯、于老师也高兴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认识你很开心。是，你愿意咱们一起交往下去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好好啊！于老师心花怒放，那当然，脱口说了一句名言。我说：“哎，我很感慨。嗯，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，另一扇门就会自动打开。”对，女孩点点头。嗯，那破车还不修去？哎，好家伙，我这车都成这样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那个，我是一句名言啊。哦，太好了，哎。今天咱们俩认识算是有缘分哦。今天晚上你介意不介意我们一起看看月食？哦，有月食。老话说那叫天狗吃月亮。对对对啊，这个不容易，搞对象的净找这日子。是流星雨啊啊，
天狗吃月亮啊，能许愿，九星连珠啊，对，世界末日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有一什么说法吧，啊，那倒是，骗小女孩上当呗，是吧？啊，说哎，今晚上月食，好，走吧，我们离开这个公墓吧，好吗？哎呦，开始我们新的生活。对，当天晚上，两个人手拉手，肩并肩，是坐在八宝山西墙外。好家伙，这离开公墓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怎么了？看月亮。哦。啊，大伙儿都知道啊，其实所谓的月食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在一条线上。是啊，啊，有的时候它进入那个阴影里面，啊，有大有小。对，老年间不懂，说是天狗把月亮吃了，这是传说。两个人手拉手，嗯，地上放着两瓶啤酒，哎，还喝呢。你这手拿根烟，他那手拿根烟，啊，哎呀，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怎么了？看不见月亮了，挡上了。女孩问：“哎，这月亮怎么没了呢？”你看，于老师给讲。天狗把月亮吃了，多温馨。过了一会儿，哎，嗯，月亮怎么又有了呢？哦，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，给他讲了。女孩特别开心。是，这天狗也没浪催的。什么话呀？这是，这么好的情绪，这怎么改浪催的了？你这不是闲的吗？这不是哈？哪儿就闲的呀？看得出来，咱们两个人情趣相投。啊，这叫相投。打这儿起，你来我往，卿卿我我，花前月下，就算搞上好的都不能再好了，就挺好。终于到了这一天啊，女孩要到家里看看你的父母，要见家人了。你父亲很开心呐，是吧？好，又晃又上了。你看这就没意思了。不是，您这别老往自个儿身上揽，因为你回家得把这事儿告诉父母。当然，我交女朋友了，要带回来给您看一看。啊，应该的。你父亲点点头。啊，好吧，让这女孩上家来一趟。咱们不挑人家的工作，有钱没钱都。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呀，这个，这是你父亲啊，上家来。哦，你母亲更开心。哎呦，我都没听说。不行啊，哪儿有胡子呀？嗯，哪儿有这么长胡子？这头发，你妈洗完头甩在这儿吗？谁把头发甩到这下巴颏这儿来？好玩呗，是吧？啊，有什么可玩的这？啊，你爸也说，头发甩后边去，是吧？就是甩后边啊。嗯，老太太很高兴啊。哦，好，好，终于我儿子搞对象了。是啊，剃上了，还是有胡子呀？那上家来吧，就看看就。说了个日子啊，女孩上家来了。哦，女孩一进门怎么样？你爸爸坐那就不说话了。哟，老封建。哦，看女孩她倒害臊了。嗨。老太太高兴。嗯，快来快来，就是几个孩子。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家里几个孩子？你说清楚了。哎呀，就一个。哎，哦，真好真好，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。嗯，啊，哎呀，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哎，问一问。我们家是单亲，又跟着妈一块长起来的，没见过父亲。嗨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啊。啊你什么，你妈做什么工作，叫什么呀？嗯，哟，这不能说。怎么了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做孩子不能说父母的名字，太封建了。但是我妈有一外号，她叫一枝花。这是正经家庭吗？这个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哟呵啊，这他这时候醒了，你这玩意儿。哎，就别这样了。你们家是住前门大栅栏胭脂胡同吗？女儿说小的时候是，后来就搬走了。哎呦。哦，几号？嗯，42号。我的天哪，什么呀这是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你都这样了还能干什么呀？那会儿还不这样。哎，对，后变的是吗？这时候来着于谦啊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上里屋把门关上说话去了。老头眼泪都下来了啊。孩子，你不能跟他搞对象。怎么了？那个爸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嗯，当年我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你看这事儿，其实这闺女她是我的 啊，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你瞧瞧。啊，孩子，我对不起你啊。老头泪如雨降，难过呀。于谦这不行呀，好容易看见一对眼的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有感情，爷俩哭得都不行了。是啊。老太太站起来了啊，不要紧了，于谦，怎么呢？尽管跟他交往下去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去。谢谢吧，谢谢吧啊，可了不得。哎呦，就搁那儿吧，小伙子，谢谢你了啊，还拿去，快去。嗯嗯，这个观众一来啊，嗯，我就打心里高兴。您一买东西我就特别受不得。是啊，你说来就来，还花这么些个钱。嗯，再一个你说你们花钱了，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什么呀，正月初六。嗯，这个叫开箱。哎，
就说呀、啊，这个相声团体啊，打今儿起又正式的营业了啊，新一年开始了。每年都这样、嗯、啊，来的都是咱们自己人，嗯，都是好朋友。哎，您也都认识我们，嗯啊，郭德纲、于谦，对，就这个于老师在我们行业里边也算是前辈了，哎，不敢当，干的年头多了，是啊，嗯，好有一笔，笔从何来呢？隔年的兔爷，怎么讲？老陈人，还老陈人，王母娘娘骂寿星，怎么讲？老宝贝儿，这就暧昧一点了。嗯，阎王爷骂判官，嗯，老鬼，嚯，财迷看文物，这是老货，啊，去年的麻雷子，这是老炮，好嘛，东洋海飘来木了鱼儿，怎么讲？浪荡江湖的老帮子，好家伙，哪儿这么些俏皮话啊？就说您在这行里边干的时间比较长了，多这么几年，我们算是发小。对，这是个法国人的小孩。嗯啊，发小就是法国人小孩啊？怎么说？一块长大的叫发小。他比我可大四岁。对，当年在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，嗯，我们是同班。哎，同学，同班。是，他比我大四岁。您老说这个是我蹲了四年班呢，是怎么着？反正比我们早来了些年。那是到毕业了呢，学校舍不得他，嗯，就留下来了，嗯，一直跟我们一届。哦，一直就等着您呢。哎，有那个跳班的哦，德云社有一说相声叫高峰，有啊，比我小九岁，对，跟我一班。哦，人跳上来了，人家脑子好。是，你看我们仨这岁数不一样吧？嗯，还在一个班里待着。啊，就我们同学吗？我见他头一回是在我们学校那个宿舍那儿。哦，那会儿学相声学员班得住校。对啊，我拎着我那包，嗯，那年头不像现在似的有个箱子，哪有那个呀，就是一个大包啊，拿着大包。是人告我二楼尽头那间、嗯、你们在那屋，那是宿舍。我到门口，他正跟门口站着、哦、在门口没有表情啊。嗯，我那等同学呢，我看半天，嗯，河马做的太像了啊！什么呀这？嗯，我河马呀是怎么着我、啊？我说那个，我是这屋吗？老师让我来，啊、我睡哪个铺啊？啊，宿舍都上下铺。是，我睡哪个铺啊？问问呗。就这会儿瞧出来鸡贼来了。怎么了？转身噔噔噔进屋。哦，螳螂一下就躺在那下铺那儿。下铺舒服，谁愿意往上边爬呀？对呀、啊，都愿意躺下铺。他躺着下铺，嗯，拿手指。你在上头，哎，那听人家的呗。那是啊，人家先来的呀。我站上了，把我这包往上一扔，上边吗？上边没铺板，嗯，空床架子。我那包里还带着一对哑铃。哎呦，啊，打那儿起，好像脑子就稍微的差了点啊。砸傻了，反正不知，可能是跟那回有关系。没听说啊，因为到后来我们在这屋上下铺，嗯，待会儿高峰也来了，哦，跟我们都在一个屋，是我们仨是最好啊，那是关系。那一个屋住八个孩子，嗯，那五个呢有唱单弦的，对，有别的专业的，是啊，唯独我们仨是在一个班，相声嘛，仨人最好、嗯、啊。他小时候不这样，嗯。我现在我说跟他聊天，刚在后台说话、嗯、我说我现在一琢磨还是咱们那会儿十来岁那会儿，嗯，那会儿小的时候他也就这个个头吧，啊，尤其我还矮啊、嗯、小的时候可胖了，还矬那会儿啊，矬胖子吗？后来是长了。对，高峰那会儿就高，嗯，高峰现在就这么高不了，高啊，得一米七七七差不多这会儿啊、嗯、那会儿我记他小时候就这么高啊，他小时候小时候他长得、嗯、长得早就这么高啊、嗯、好，那俩我们仨在一块儿，嗯啊，那比小矬胖子，嗯，那比瘦高条，老吊在一块儿，吃饭一块儿，上课一块儿，对，上厕所也一块儿啊，去厕所都吊着。你哥仨好吗？啊，小孩可不就这个呗，嗯，尿尿就去吗？走啊，搭伴儿，你尿去吗？嗯，没有，还走再空空、啊、哎，没听说过这有空的吗？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们是不是、啊，都上过学，都知道上厕所爱跟他们俩一块儿去。哦，撒尿的时候我其实是最淘气的。你都年轻，谦儿站这边啊，一小矬胖子，是这边带一大高个老高、啊、我还跟他斗。怎么斗？尿着半截了。嗯，高峰。哦，嚯，
弄人一裤子，淘气啊，就逗着玩啊。哎呦，回头，嗯，签儿，又来了，尿一脸啊。我个儿也太矮了吧，我个儿矮点还没事儿啊。他这人，你喊他，他就答应。啊！我还随着你转身呢，我太缺心眼了。这人很好哦，就是智力差一点儿。您这谁智力差一点？那俺们哥俩在一块儿，这也算半辈子了吧？那可不是，我走哪儿我都带着他。啊，他喜欢我，走哪儿都带着他。嗯，我有好吃的先给他吃，那关系好。你哥俩好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不管哪儿演，不管什么样的演出，我准带着他。是，当然你不能指着他卖钱。嗯，你看，比如今天啊，北展啊，这个最贵的票，据说比如1280。对，1280是我卖出来的这个钱。什么时候1282那两块是他的？合着我现在连两块钱还不值呢，是吗？这个就是。带着走，你都一块的哥们兄弟，你说这个你扔了是吧？也不像话。什么叫扔了啊？不是你，您不能这么说话，您这么说话，这咱们打小都挺好，您到现在当着这么些人，您这么踩过我，不合适。谁跟你好？哎，那个，你不这叫什么话？好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嗨，我错了。哎，所以说你看春节，您有点可以别往下说，没事了。什么叫没事儿？你先等会儿。明天是不用你这不用往下说了，后天出发。哪儿就后天出发？那你说哪天出发？哪儿就后天出发？上哪儿出发？说的是谁说出发了？谁说出发？我说初八。哦，嗨，明儿初七，行了，没事。嗯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你拿我当傻子了是怎么着？哼，不是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人，咱一块儿长大，一块儿都不错，到现在当着这么些人，您这么踩过我啊？这不叫踩过，不叫这，你看，你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。大伙儿没有因为我这句话又谦儿缺心眼儿，大伙儿说咱们走吧，你看有走的吗？你看有走的吗？那都买了1280的票了呢，所以说没有外人，不是有外人没外人。您这么说话，人你说一乐的事儿，你许我说你就许你说我，你敢说我对吧？啊，所以说咱们什么叫敢说呀？不是就没意思了，不是不闹，这不是闹，这听话。你这么说话心里不痛快，尤其是大过节，谁愿意找一肚子不痛快？是是是是啊，好，没事了，啊。行，完了，这你这一道歉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谁道歉了？行，我多能跟你道歉，你得跟我。哎，你怎么那么膈应人呢？你不是膈应人？你别没你上了春晚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啊？你不能这样，别好好别闹啊！不是这没啊，正月十五还带你去啊？哎，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上哪儿都行，上你就别闹，行了。不是我一这个玩意儿，俩人配合。就是我一说你缺心眼儿，你说对，这多好。凭什么呀？我也开心，大伙儿也开心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你说我缺心眼儿，我就得答应。要着亲命，你怎么了你？这不是要亲命的事。我给你两块行吗？啊，你给我两块。你要多少？要几块？要几块？不是钱的事儿。哎，命的事儿是吧？哎，嚯！那你说怎么着？我就说你缺心眼儿了。不，这凭什么说？我打小我就聪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看了吗？骗他那么些年，知道吗？骗谁？谁骗谁？打那会儿高峰，你聪明啊，你聪明，他就信了，知道吗？我干嘛不信？我真聪明啊！谁呀？你喝过尿的人你是？你太缺德了，你有点你。他跟我说话没真没法比，咱们都了解是吧？我这个人，你想一年我惹多少祸？你惹过祸吗？对吧？同行骂过你吗？对吗？完了，你不值得他们恨。这对吧？哎，我也不能找人说，哎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我也没找，他们不也骂我吗？那不这事儿就怪了吗？这事所以就拉倒了，好吧，不提了。不是拉，这不是咱非叫这个真章。哎呀，要了亲命，你怎么？不是怎么了？非叫真章？怎么我就傻，你就聪明？我认为你在智力方面不如我，当然我也不是说比你强多少啊。咱俩只不过就是一个有脑子，一个没脑子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不就是我没脑子吗？你自个儿说的，这是对吧？嘿，您这不像，您绕的人不没有还长呢，以后对不对？我当然也保不齐不长，不长就不长呗，对吧？你还部级干部呢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你都不长，你不长你都是，我连个局长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没，您这不能这么绕的人啊！什么就不长脑子不长脑子？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，这是你带着药了吗？你先吃点儿不？
我带着药谁吃啊？我吃，我凭什么吃药？你脑子不灵，你就得你脑子才不灵呢。咱要说这个，咱就得掰扯掰扯。哎呦，对，打小的一块说的相声，对不对？怎么我脑子就不行？我认为你在智力方面有些欠缺，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发自肺腑。您说这我不承认，怎么我脑子就有欠缺？我替你承认得了。哎，这没听说过，你替我承认，我用不着。那咱俩比划比划，怎么叫比划比划？但你瞧，来这么些。看热闹的是吧？哎，好，您这都头两排往后坐，弄一身血啊！好，真打呀、啊！我们要开始比试一下了啊！怎么个比试法？我比试你。嗯、哎嗨，比试我不成啊！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怎么脑子不够使的？咱这样吧，你说说，你出个道，咱们那就还出个，咱俩啊，咱俩出题比试一下好吗？怎么个题？就你出一个题考我啊，我出一个题考你是。哎，大伙儿都在这儿了，这么些人了，啊、对对不对？藏龙卧虎，嗯，大伙儿最后一说，哎，确实，你看谦儿确实有点问题，啊，哎，我非得让大伙儿承认我有问题啊！你不承认也无所谓，人说可能说，哎，郭德纲如何如何也可以啊，那就可以吗？好吧，咱光天化日冲着灯说话，大伙儿、哎、心都搁当间啊，可以可以，看看我们今天我怎么跟他比试的，哎哎，公平竞争，对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怎么个比试法？我还让着你，先来，你问我。哦，出题对了，就是打灯谜嘛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也叫灯虎。哎，说个谜语。哎，好听的词叫智力测验。哎，老北京叫破个闷儿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啊，我先说，你说，你猜，你好吧？什么呀？我没说呢，我、哦、还没说呢。哦，哪儿？啊，我您先比试我可不成啊！我先试试怎么比试。没听说，您得猜、啊、猜不着。哎，来，怎么？来，听我这个 啊！列位，您各位当个。证明人啊，哎，您就见证一下 啊！这大年纪的，这图什么许的？这是、嗯、那可不是，我也是没事，你是惹弱智了吗？哎，枪火嘛，嗯、对不对？好，来吧，来听我这个啊，嗯，说天知我有，地知我无，人知我有，我知我无，不是？嗯，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师哥，您别客气，得，就算我错了。行，别，什么叫就当你错、啊？就算我错，这边这边接过去了，好吧？别接过去，哪儿就接过去？我不能说，人底下有孩子呢。你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不是跟有孩子，人家还有孩子，还有大姑娘、小媳妇呢。你我这没有什么爱口的呀，我是个要脸的人，知道吗？是吗？许啊。许你，但是我不能那样做。我这怎么了？你说说我这。不是，人好几个姑娘，人都捂着脸。哎呦，来，哥抱抱吧。哎，去啊！哪儿就抱抱啊？不是你说的这个，不是你听见什么了？在舞台上，出了我的口，入了您的耳，必须有交代，对不能胡说。我们这行是有底线的，有规矩啊。你这个谜语有些个窝窝戳戳。嗯、什么词儿啊？什么叫窝窝戳戳呀、啊？你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。你猜着了，你可以说。他猜的是一个古代人物啊，他猜的是谜底是太监。他说他对吧、啊？你想，你一听就明白。啊，人知我有，我知我无。哎呦呦呦呦！人家还有孩子呢。你不嘿、哎，您呐太窝窝戳戳了，我跟您没法较这个劲了。不是哪儿啊？就想哪儿再一个，你提这个又没意思。不，谁提、这个？显得你们家有身份是吧？那这叫身份呢？在宫里上过班是吧？没听说过啊？这您说的不对，我领会错了吗？啊，领会错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身冷汗！您想歪了，那于公公给说说吧。啊，哪儿叫于公公啊？您这头一句，天知我有；第二句，地知我无；三一句，人知我有；四一句，我知我无。我听着还像那个。哎呀，您就老往那儿想。您的谜底是？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这是我这袜子没有袜底儿。来个修鞋的，你看了吗？他那哦啊，什么叫天知我有？哎，从上边看，以为我穿着袜子呢。老天爷知道他穿着袜子了。对了，地知我无呢？从底下看，没有袜底儿。土地爷瞧见没袜底儿。对了，人知我有？哎，大伙儿以为我穿着袜子呢，挺好。哦，我知我无，我自己知道我这袜子没袜底儿。那你这谜底不准确。怎么不准确？谜底应该是破鞋。怎么对吧？破鞋，
破鞋才能看见袜底儿呢。您这不是太监就是破鞋，您想什么呢？整天是你带给我的这些个信息，您是收拢的那些信息往那儿走的，没意思，没意思吗？我跟你说一个，哦，说，哎，嗯，哎，文言的行吗？哦，我也能听懂，文言的也可以啊。啊，行，嗯，咱们就以隋唐为界。哎呦，那么因为中国的文字啊，包括语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不断的变化啊。隋唐之前的它可能更生涩一些。那我们就讲隋唐以后的哦啊，用那个那可以是吧？尽量浅显一点，哎，争取听明白。哎，我尽量。隋唐之后的，我慢一点说。好，讲远桥是条狗，近桥是条狗，打他不走，骂他不走，一拉就走。这是隋唐以后的这个。啊，这个说法也不一样，哪儿沾文言了？您这哎呀，远桥是条狗，近桥是条狗，打他不走，骂他不走，一拉就走。我这不知道了啊，这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远桥是条狗，近桥是条狗，嗯、打他不走，骂他不走，一拉就走。这是什么呢？木头狗带轱辘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隋唐之后，这都是啊，木头狗带轱辘，好不好啊？不怎么样。你看，也有捧我的，你看看，你看，您听见什么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一会儿这我请你们啊，木头狗带轱辘，哎，谜底有狗，谜面上就不应该有狗哦。哎，隋唐以前是这样的啊。哎，别提隋唐，你再来我听听，来好的，再来好的啊，来，这真好的。哎，好，听着啊，嗯，说你儿子上南极打一食物，他没去过。咱们说谜语，我儿子上南极，哎，才一食物。对了。炖企鹅啊，那玩意儿犯法，知道吗？啊，炖北极熊。哎，直说上南极，上南极，啊、谁脑子有毛病？咱俩。啊啊啊啊啊、谢谢、啊、谁给你？但是我不骄傲。哎呀，嗨，这有什么可骄傲？我儿子上南极，您这谜底是冰淇淋。我儿子叫郭麒麟，对，上南极冻上了，哎，冰淇淋。对了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不错吧？我给你猜一个，哎，我照这样说，你父亲上南极，哎嘿，冰淇淋，你看看这边去哪儿去？哎、不是，咱厚道点行不行？咱们好好哪儿就冰淇淋、啊？这俩谜语这是一套，没听、啊、一套，哪儿就一套、啊？我就觉得身份都上来了。您这不成，这好不好？占便宜不是？好好说一个。那我给你换一个啊，这就对了。换一个，你听我这个啊，啊，这个就深了。啊、我都舍不得说，跟你说。哎，那您也得说你算这二十年，我说过这个玩意儿吗？你想想、啊，听着，嗯，过节了，怎么样？非驴非马，完了啊，完了，你看还费那个劲对吗？四个字儿，非驴非马，猜一种动物。非驴非马，嗨，骡子呀！去你的！不是怎么了？骡子它跟驴跟马都有关系。哦，哎，这远点儿，开动你的大脑啊！哎，快速运转，哭嚓哭嚓的响，哭嚓哭嚓的，这是响吗？这个哭嚓哭嚓还不响吗？这不干脆猜不着，您说说您这谜底。非驴非马是什么呢？什么东西？金鱼，金鱼，它是驴吗？那不是啊。它是马吗？不是。金鱼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我要说是企鹅呢，你说呀。哦。合着除了骡子什么都成啊？这个，对呀、啊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您这是骆驼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说什么都行，恐龙啊，这狗都行，谁让你不说的呢？您这太绕的人了，你看这你露馅了吧？是吧？哦，您这个啊，干脆你还听我说一好，还有好的？当然了，你说，听着啊，嗯，说。上边四个奔奔大，下边四个大奔奔，两边两个弯弯绕，
中间四个分吃分。我要知道我是那个，怎么乱七八糟的说这管这谜语呀、啊？我没猜着您呢，没猜着。您这谜底是啊？是告诉你 啊，这谜底是两头牛在这顶牛呢。您给解释一下。哎，上边四个奔奔炸。那上边四个牛鸡就在那儿炸，哦，奔奔炸啊！哎，下边八个炸奔奔，那是底下八条牛腿在那使劲。哦，这是下边啊！哎，两头两个弯弯绕，两边两个牛尾巴弯弯绕，哦，当间四个分吃分，中间四个牛的鼻子眼在那使劲，哎，什么玩意儿的都是，你瞧多好的谜语，这哪儿那哪儿小子这跑这蒙人来了这个？我这不好，嗯，那你听我这个，你来一个，我这课特别好，我跟你说，你我都舍不得说，嗯，我本来说这个等谦儿死了我再说这个，哎，我这就要死是怎么着？九个面，八个嘴，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，我这越听越乱呀、啊！您这个、怎么乱的？不乱呢？您解释解释，我猜不着。我这个谜底是八仙桌子，怎么会是八仙桌呢？八仙桌子是个桌子啊，对，桌子有桌面吧？对，几个桌面？一个桌面，一个桌面。嗯，还有八仙呢。嗯，八仙是吕洞宾呐、啊，嗯，什么张国老啊，这八个人。哦，八仙，八个人有八张脸吧？八个面，八面加上桌面，这是九个面。九个面，对了，九个面八张嘴，怎么八张嘴？八仙有八张嘴，桌子没嘴。嗯，哦，就那八仙的。对呀、啊、九个面八张嘴。对，哎，一个娘们儿，一个娘们儿是何仙姑同学，还何仙姑同学十九条半腿，怎么会十九条半？桌子几个腿？四个腿。哎，八仙呢？十六条腿，十六加四二十条腿，这里边可有一瘸管理，把他那一条半刨去了，那就是十九半条腿、嗯、呵，好，您这里还一瘸子，你瞧高了这个，嗯，哎，呵，又是面又是腿，那是啊。您要说这我也行，你说，您听我这个啊，嗯、说一个脑袋没有嘴，哎，没有眼睛，两条腿，不知道您那胡说八道的都是啊？怎么就胡说八道啊？不知道不知道，我这费这么大劲，您胡说八道，什么呀？这个啊，农村打井摇那辘轳。哦哦，哎，就是那个有个把儿那，对啊，有一电视剧什么那个啊，对对对，你篱笆女人和不是辘轳女人和你哎哪儿啊？是什么什么呀？有那就摇的有那辘轳女人和井那辘轳，你解释一下。哎，你这一个脑袋，辘轳有那个那叫大脑袋啊、嗯。哎，对啊、嗯，没有嘴，辘轳哪有嘴啊？那是啊、嗯。哎，然后没有眼睛，没眼睛，两条腿可有啊？得有那架子跟那戳着，支在井边上。哦，辘轳，哎，啊，你还那，你听我这个，你说，这个咱有一万多个啊，嚯，一个脑袋，嗯，一张嘴，嗯、俩眼睛，三条腿，比我那多，何止多，还讲理呢？您解释解释解释，一个脑袋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三条腿，嗯，有一只公鸡站在蘑菇上了，一个脑袋，一张嘴，嗯，公鸡啊，一个脑袋，一个嘴，俩眼睛，嗯、公鸡俩眼睛，三条腿。公鸡两条腿，对，蘑菇一条腿，这还加一蘑菇那腿，哎，换香菇也行，呵呵，嗯，哦，公鸡蘸蘑菇是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呵，好好，你再听我这个啊，嗯、你说，嗯，说一个脑袋两个嘴九个眼睛六条腿，哎，行，你听我这个啊，说这个，我还没、啊，您还没猜这个，我都懒得猜，你告诉我是什么吧，哎。这是啊，吹唢呐的坐凳子上了、啊。你解释一下。哎，嗯，一个脑袋，吹唢呐一个人一个脑袋、啊，人有脑袋。哎，两个嘴，人一个嘴，唢呐还一个嘴，俩嘴、嗯。哎，九个眼睛，人两个眼睛，嗯，唢呐有七个眼儿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六条腿，这六条腿怎么来的？人两条腿，对，凳子嘿还四条腿，吹唢呐坐那歇着。哎，坐那吹。哦，那听我这个，你来，一个脑袋一张嘴，两个眼睛五条腿。这是什么呀？那公鸡又站在香炉上去了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公鸡逮哪儿站哪儿，合着一会儿还能站着吹唢呐那脑袋上呢。哎呀，你这玩意儿实不怎么样，这、哎、这可是逗你玩，这可不就逗着玩。真正好的东西拿出来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，那就对了。不是说我说一个你听一个，一翻一瞪眼啊，那叫脑筋急转弯。就说这个东西怕就怕在掰扯，没错。你说一个啊，我猜，比如说你说完了，一说你谜底是、啊、谜底是黛玉。哦，啊，黛玉啊，《红楼梦》啊，你说是这，那、嗯、我说不对，我猜是宝钗。哦，这不就抬杠了吗？那就搬着，咱们得掰扯。嗯，你就说你那黛玉怎么怎么好，哎，我说我这宝钗怎么怎么好，是，大伙儿一评，哎，
你没有我说的有道理。对，你那个待遇没我这个宝钗讲理。哎，打这起你那个黛玉就不能叫黛玉了，就不能说了，哎，就得改叫宝钗了。叫宝钗。比如说又说了一个谜语，对，你说那个谜底是你的嘴，嗯，我说谜底是痰桶，嗯，你就说你那个嘴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好，哦，我就说我这痰桶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好，嗯，大伙儿一听我说的有道理，是，以后你那个嘴就不能叫嘴了，哦，就叫痰桶了，是吗？大伙儿的主意，那谁的主意啊？您啊，说这么热闹没用啊！我告诉您，咱真说一好的，你听一听。那我猜猜，好吗？来来来来，听我这个啊，四六八句的。来，说千里随身不恋家，不贪酒饭不贪茶，水火刀枪都不怕，日落西山不见他。您猜吧。放屁！哎，你才放屁呢！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废话，我说这么热闹，你搁那放屁？你。猜谜语吗？猜谜语也不能骂街呀，你那个谜底是放屁呀，啊，谜底是放屁，对呀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许你说就许我猜啊，那是，那倒可以啊，咱掰扯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对不对，啊，怎么叫放屁呢？你看头一句，千里随身不恋家，你从这儿出门你奔沈阳有一千里地吗？差不多。于老师上沈阳了，对，到沈阳，嗯，肚子不舒服，咕噜了，那个文言词叫虚功，是啊，一使劲，嗯，等，这功一点都不虚啊，这个出来了，哦，出来就烟消云散了，可不就没了吗？千里随身不恋家，嗯，哦，没听说他想家呀，啊，你到沈阳想家吗？想啊。你那屁不想家呀？不想吗？你办事去了，他买火车票去了，嗯，顺着铁路自溜，哦嗯，好家伙，到家还敲门呢，啊，你爸爸得问呢，嗯，谁呀，啊，是屁回来了？没听说过屁能回来吗？千里随身不恋家，就算差不多，不贪酒饭不贪茶，嗯，你喝酒吗？我喝。吃饭吗？吃啊。喝茶吗？当然。你又吃又喝，嗯，你那个屁不吃不喝，哦，好，你这吃半截饭撂下碗盛汤去了啊，你再一回头他把菜都吃了啥？你家里八口人靠你一人养活着，是，这叫为家所累。对，这八个人再放十二个屁，嗯，你为屁所累。嗨，没听说过这词。不贪酒饭，不贪茶。哦，水火刀枪全不怕。嗯，给你一刀怕不怕？哦，那害怕。打你枪怕不怕？怕呀。你是怕？嗯，屁连原子弹都不怕呀。啊，那倒是啊。嗯，日落西山不见他。慢说日落西山，嗯，白天你也看不见他呀。啊，哪位见过屁什么样的？没有，是不是，嗯，真想见也行，上哪儿？澡堂子游泳池，哦，那玩意儿它冒泡。哎呀呵，哎呀，您说这太恶心了，啊，猜谜语吗？那不对啊。那您这谜底是？哎，我告诉您谜底，啊，你说我这谜底是人的影子。什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？出门一千里地一万里地，影子老跟着，人想家他不想家，不贪酒饭不贪茶，你吃饭喝酒，人家影子不吃不喝。哦，嗯，水火刀枪全不怕，给你一刀给你一枪你害怕，影子他不怕，日落西山不见他，就这句最关键。哦，太阳一落影子就没了，太阳一落山影子就没了。对了，月亮又出来了呢。嗯，那还有路灯呢。那不算呢，不算呢，多新鲜，竟不算，咱那屁什么都算。嗨，就别提这屁了，知道吗？这你这也不怎么样啊！我跟你说一个吧，哎，你说一个好的也行。我说完这都得叫好，知道吗？啊，而且特别难说这个啊。那你来，说这个谜面 啊。我让你这么着，你不这么着；你不这么着，我只能这么着；我这么着了，你也这么着了；你这么着，导致我这么着了。早知道我这么着了，何不当初你就这么着呢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啊！您别绕的人了，您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。啊，这谜底是个故事。哎，那您说一说，教人学好有上进心，传递正能量。好，那您讲讲。他说的是青年时代的于谦夫妇，我的故事。日子过得不如意，谦儿跟他媳妇就说了，嗯，不如你去干点什么吧，找个工作。媳妇说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惟妙惟肖。谦儿说，找一小房子，点一小粉灯。嗯，你上那儿敲玻璃去啊。嚯，媳妇儿说，门儿也没有啊。那是，我们是正经人家。对，媳妇儿没有答应。哎，谦儿自个儿出去
偷东西，这是励志的故事吗？这个结果把于谦就抓起来了。嗯，家里剩媳妇一个人，也得活着呀，那也得过呀。找一个房子，摁个小粉灯，还是去了，坐那儿敲玻璃去。哦，结果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了，逮着了。两口子在监狱里碰见了。哦，谦儿说了，嗯，我让你这么着，你不这么着，你不这么着，我这么着，我这么着，你这么着，早知你这么着，我何必这么着呢？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。这高了吧？这个啊，什么就高了？励志的故事，您这哪儿传递正能量了？我这啊，劝大伙儿不要向他们两口子学哦，反面教材、啊。对了，您这个是饶的，这不算。我再跟你说一个哦，多了我都不说了啊，真说好的，就说这一个了，可以。这一个说完就拉倒了。对对对，咱不能白说。嗯，咱俩打赌吧，挂点什么？别人十块八块的呀，什么赌盒烟、啊，那都没意思。咱赌大点，而且他那是赌博，咱们这个不能赌博，不赌博，赌命，好吧？我就说这一个了，您这玩命呢是怎么着？稍微大点，赌命太大了。我们那赌注小一点，哎，稍微要小，赌一只眼，好吧？你如果猜错了，你抠一个眼给我。那你要猜错了呢？还给你。我拿着我也没什么用了，我这啊，这不成，您这老那么血腥，这不行。赌的稍微小一点。哎呀，不用赌了啊，大伙儿都瞧着咱们俩了啊。哦 哦，谁没猜着，谁错了，谁缺心眼儿，也就是了。哎，那就可以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这个常年听相声都知道啊，相声舞台上大伙儿一猜谜语都臭了街了。是啊，说什么这个小孩醒了要撒虽啊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，扣字儿，二人见面忙拉手，嗯，夫妻双双入罗围，有前三个啊，嗯。人人都能说，哎，都说，唯独最后这个夫妻双双入罗围、啊。嗯，你翻遍了中国相声的录音，哦，找遍了这几十年的出版物啊，就没有这个，没人说这个，只有我知道。哦，您继承下来了。今天我就问问你这个啊，你要能猜着了，就算你聪明。嚯，夫妻双双入罗围，嗯，扣字拢印儿，七个字，嗯，猜一个字。这叫正经玩意儿。列位，你们见证了中国相声史上的一幕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谁说这个，这都是跟我们学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啊。来猜猜吧。得嘞，夫妻双双入罗围。夫妻双，你要想一想吗？我琢磨琢磨。你想，我也琢磨琢磨。什么叫你也琢磨琢磨？啊，没事，你琢磨，我琢磨你。嗯。夫妻双双入，嗨，这不就两口子晚上睡觉吗？睡觉，两口子。老公叫老婆，到点了，老婆，干嘛呀？睡觉了，睡。哟，那还有什么？不就是睡吗？哎，啊，我猜着了，猜着了啊！哎，这好，那我给你换一个啊！啊，别别别别，咱们这样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啊！哪儿啊？我猜着了，你换一个。谁让你猜着了？啊，那不成啊！啊，你说就得猜呀、啊！哦，你猜着了？我猜着了，夫妻双双入罗围，这字念睡。不对，怎么着？不对，对，不对，就念睡。好了，我们再换一个啊！啊，你别着急换一个啊！怎么不念是就念睡呀、啊？我说的不念睡，你瞧那不抬杠吗？你抬杠比打分挣得多呀、啊！那不成，这么着、啊，抬杠也没意思啊！你说不念睡，我说念睡。今天咱们俩人在这儿表演表演，怎么样？啊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了？猜谜语还带表演的？可以表演表演呀、啊。那怎么个表演法呢？这样吧，嗯，比如说，咱俩就扮演两口子，嗯，哎，在这儿睡觉，嗯，到点了我一叫你，我一说睡觉吧，你说睡，你只要一说这字儿，你就输了。两口子睡觉，雇三千人跟这儿参观。你这两口子，那不是跟这儿表演吗？咱就为了行，咱就承认这事儿嘛。就只要一说出睡来，就算输了啊。对，行嘞，好吧。咱俩人谁是那个男的，谁是那个丈夫啊？俩丈夫这里不是，谁是那个女的，谁是那个妻子啊？这嘿，又改俩女的了。你怎么回事？谁是男的，谁是女的？对，我当然是那男的了，又高又壮，我演那男的。一般都是家里娘们儿烫头啊！你老提这烫头干嘛呀？你看你我这样的是个媳妇儿，你也是瞎了心了，你也是。你打哪个庙被我娶回来的？好，尼姑是怎么着？啊，咱就这么一表演，就是作比成样，演的是角色，没人拿这个当真的。那倒是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这一会儿是吧？
多新鲜呢，您呢？啊啊，长了我也不干呢。是是是是，这完事就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了哈。啊，你可别跟着我啊。行，那行好吧，那就开始了是吧？开始了，这里就是这个睡觉的场所是吧？哎，对，咱们就这儿睡。有个被子有没有啊？啊，要被子干嘛？你这大炕有了没有被子？没听说。嗯，就这么站着睡，站着。我这是俩僵尸，这是。哎，别俩僵尸，马才站着睡觉呢。咱们就演这个嘛，主要是这个说话。哦，行行行行行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你喊我，然后我跟你聊天，然后只要我一说睡，对，打我嘴里说出睡字来，你就输了，就输了是吧？对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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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吧，开始，来，开始就不脱了吧？哎，多新鲜呢，压根儿也不能脱，冷，哎，来吧，嗯，凑合吧，来吧，啊。老婆，那有点太恶心了，你这个嗨，什么恶心呢？您这，你得答应我叫你呢，你得叫我。你在家跟你媳妇也这样说话是吧？甭管在家怎么样，现在你叫就得有叫的音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婆，全毛病啊！你还是，我就别叫了，行了行了，你醒醒吧。啊，天亮了，上班去了。哪儿就上班啊？我还没，我就甭叫了，这都睡上了，我还叫什么呀？这不行吗？不行啊！我叫你睡觉，我叫你，你得叫我回叫。哦，还得回叫。哦，来来来，老婆，喂，哎。哑巴呀，这是！不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您弄一哑巴过来，那对什么话呀？你这过日子省心。哎，不，没有那么省心。他不会没事骂你，不行，你得说话。哦，再来，再来，来啊！老婆 ，Hello。哎，外国老婆，阿里嘎多，格雷马斯。哎，这孩子，哟西，什么哪国人呢？这是，我哪知道去啊？不，你得说中国话，还能说中国话，多新鲜呢！来来，老婆，哎，改姓名。外地人呢？你还要哪儿呢？怎么那么怯呀？哦，你还得挑呢。废话，普通话，啊。这人这一点都不普通。你来吧，来，老婆，老公公，我跟我爸爸睡一块儿了，是？你拿我当你爸爸了？没听说过。你这欺负人家，你这是？不，您这什么叫老公公？不像我。老公公像话吗？啊，多了字了。去掉一字，去掉一个字。哎，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老婆，公公。公公，去掉哪字儿啊？这是我哪知你去掉哪个字儿啊？废话，去掉后边这字儿。哦，正矫情，吓我一跳。来，来来再来。老婆，嗯，老公，睡觉了，不困？不困，不困，不困，像话吗？我得上班去了，夜里12点了。干什么工作的？这是啊？夜里12点上班，多好这个。好什么矫情？那叫成硬了。再来，再来。老婆，老公。睡觉了？不困，不困，不困，躺着，躺着闷得慌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我给你猜个谜语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听着 啊，我叫你这么着，你不这么着，你这么着，没去你的。